宾团队。那今天是要介绍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啊。其实我是在16岁的时候，因为心脏开刀，后来没有好好的休养，导致最后心脏停止缺氧，最后导致下半身瘫痪。那从16岁开始之后，我就开始做轮椅，一直到现在。就跟老师一起学习做造型气球。一开始其实做的蛮烂的，是全班最差的。那可是我觉得说，只要这个是一个机会的话，那我就好好的努力跟加油。所以我就包气球，折完再折一包，再折一包，就一直折，一直折，一直折。虽然我是全班折最差的，可是最后也只有我出来做街头艺人。所以我觉得，只要是你有心想做，持续努力，就会有一定的收获的。